来，兄弟们，你们都说这关非常简单，只要把蜂巢和下面这个洞用一个圈框起来就能过关。如果我没理解错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开玩笑，这要是能过去，我直接把手机给吃了。你看，狗狗马上就要被吃了。不是，你这鳄鱼是故意的吧？这狗子就在你旁边，你不吃它，你就想让我把手机吃掉是不？啊，小伙伴们，我可不能吃手机啊，不然还怎么在评论区咱们互发电邮表情啊？除了刚刚画的圈，那我呢还有我自己的灵魂通关大法，先画个小头，两个脚呢各自蹬一面墙，然后还有咱们的传统，哎，对着蜂巢来一个国际友好手势。然后呢，另一只手把狗狗抱在怀里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兄弟们，砍死他，打他！这个，这个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！看到没？简简单单就过关了。接着呢，来看下一关。这关狗狗在上，蜂巢在右，下边呢还有尖刺和岩浆。哦，这关其实也很简单啊。咱们呢，只要给狗狗戴上安全头盔。什么情况？这不也就轻轻松松的过了？哇，这么简单，肯定不符合浪哥我的过关方式吧？所以呢，咱们还是要画一个小人。可能你们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姿势哈，让我来完善一下。哦，来，往这儿遮。哎，别遮狗狗就行，往这儿，往这儿。个狗。不是不是，怎么小人还倒了？不就是让你被蜜蜂蛰两下吗？不用这么生气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嘿，不过呢，咱们还是有惊无险的过关了。那么好，咱们继续下一关。我的天，不只有四个蜂巢包围狗狗，下边还有岩浆，没有一块陆地。救命！救命！啊，别慌啊，狗狗，我这就来救你。快快，兄弟们，你们点个赞，浪哥继续干。干了，兄弟们！这关呢，咱们就来试试这位小伙伴说的，把每个蜂巢都单独圈起来。哦，看看是不是非常稳？看把狗子给嘚瑟的。不过啊，先别着急嘚瑟，我呢还有更猛的。嗯，先把下面三个蜂巢圈起来，然后呢，狗狗单独圈起来。小伙伴们看出来了吗？开坦克的狗狗，开吧！哇哦，这些蜜蜂啊，都是你的车轮。这下可劲嘚瑟吧！我的天，看这个狗头像不像一个小丑？对了，说到小丑啊，我想到了，只要在评论区打出（括号）小丑狗，哎，恭喜你解锁了一个全新的隐藏表情，赶快拿走吧！哎呀，狗狗，你怎么溺水了？你别着急啊，浪哥这就来救你。当然，这关呢被尖刺扎到。又或者时间结束，狗狗没有浮上来，再或者被蜜蜂蛰，都会导致游戏失败。哦，这可得让狗狗好好想想了，画啥比较好呢？哎，有了，狗狗在水里，它也要浮上来。那咱们呢，就给狗狗安排个出水芙蓉，先画好花心，然后是花苞，把狗狗包住，最后画花茎，再点缀两片叶子，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？哇，出水芙蓉，出来吧！出，你倒是出水呀、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这个花画的不对。那好，看这个，这那里是出水芙蓉，这不是玫瑰花吗？哎呀，你懂啥？你就说它是不是一朵花？哎，能出来就行了，这就是出水芙蓉。当然了，有花怎么着没有蝴蝶呢？咱们还有花蝴蝶啊！你们来看这关，这两边的墙像不像蝴蝶的翅膀？嗯，所以狗狗变蝴蝶。虽然画的不太像，但是呢，咱们还是帮助狗狗顺利过关了。那么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